你就带着你这个秘密入官为安吧。 有我就够了。桑琪，你还活着。我们早知道荷包有毒，这一切不过是将计就计。小姐，你这唇色泛白，鼻翼上浸着汗珠，是气虚、血虚、气血两亏的表征啊。怎么了，大夫？有中毒之象。 小姐，这是西招的毒粉，看起来浓度还很高。如果小姐天天贴身佩戴，轻则头晕目眩，食不知味，重则卧倒在床，要了性命啊！那我们就顺着他的戏码演下去。等到他觉得自己胜券在握，志在必得的时候，就一定会犯错。到这个时候，就是我们反攻的时机。 小姐，你连很痒吗？是不是归西药的副作用？我看看。没事，赶紧走。我一死，四叶的被捕也就合理了。在牢中，我故意激怒你。我知道，你不会这么轻易让我死掉。你一定会让我活到你大功告成的那一天。接下来。 我们就通过你新运行的沿路，追踪你剩下的党羽，顺势找到你藏匿财物的地方。桑琪，你又骗我。